这节开始画这个，画一个方体的物体，啊，画一个这个电表，啊，先画它的大小，这个是它的大小，高低位置，然后左右的位置。啊，就是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造型特征。啊，正方体的一个造型特征，啊，这个面在斜，多去对比啊，多去对比它这个形，形呢一定要给它画准确、透视这些内容。然后这个还有个宽度啊，有个宽度。它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特征啊，正方体的一个特征。然后再往下走，然后这个部分呢，它有步子了。然后这个底部呢，正好到这个地方。到这儿之后呢，这个这儿还又出来一个东西啊，又出来一个面，这个地方也出来，所以这个透视呢一定要统一，它有这么多的小体面关系都要统一，比如说这个线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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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线啊，以及后面这个线以及这儿。它都要统一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，方体特征的一个物体。好，这个出来了，步子，步子在这儿，这是投影，投影画这么大，然后。再往上面走呢，这个里头，里头呢还有形，非常标准的一个立方体。你要画正方体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形出来之后，先把这个靠前的这个结构呢再加强。那画这个物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就是它的方法是一致的。
这个起形的时候笔呢要长，用长一点的笔，尖一些啊，尖一些，长一些的笔。啊，你看这个前面这个宽度要比后面宽度呢宽那么一丁点儿啊，这就是它的透视啊。这是这个面，然后这个形呢也跟上。啊，是标准的一个立方体。然后啊，这个结构。然后这个上面，这是一个这个白的这个形啊，先大致的那这个线呢给它走一下。
啊，注意这个特点啊，注意特点。然后这一边呢，也是一个背包。这是一个基本型，开始铺色啊。铺色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关系呢，它进一步加强。然后后面过渡。它里边的变化呢，在铺的颜色的同时呢，就给它往上涨，跟它这个变化。
好，这是整个这个暗部。然后这个灰面可以跟了啊，这个灰面跟的时候，这个颜色呢给它做区分啊，用笔下面它硬度不要一样了，这颜色自然就区分开了。非常简单哈，流畅一些。这个地方重。然后这个下面，啊，注意这个调性。
只要是这个背光灰的都给它跟上。这个地方呢，它有一个螺丝啊，有个螺丝帽。这个铺色呢，铺到这个程度呢，基本上就可以了，它不需要铺太多，也不需要太黑，因为它上面呢，它有很多细节，需要擦完之后揉擦完之后呢，在这个上面进一步的来刻画。看这个衬布边上，它有很多小的这种面，这个没关系啊，从这个转折上面开始。这个一擦了，它就变得非常重。这个擦完之后呢，它暗部一下子就重了。然后这个底下呢也一样。然后这个布子呢也是啊，只要是这个画面里边的内容呢，都是擦一下。
啊，这个灰面呢，稍微轻轻的给一下。啊，包括这个白的这个，也要给一下。但是你看，它还能够区分开里头哪些部分是亮的，哪些部分暗的，这个还是要能够区分开的。然后这个后面，好，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再来把它这个该深的地方呢再加强。然后注意啊，到了这个上面这个棱上面呢，把它这个拿硬橡皮给它啊，其他地方虚的，我先从这个最重要这个角上面开始。啊，就是把这个前面的部分卡住。就这个点呢，只要一卡，它这个
啊，你看这些关键点一卡，它这个物体呢就变得非常的结实。啊，这个点，这个点，啊，以及哪呢？这个点。还有这个地方，上面这个灰布呢，也给它跟一下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它有一个小灰面。好，到了这个这边呢，也是一样。注意这个边缘。就是把这个边缘呢收好了。
就是说这个关键的部位要弄清楚。这个你看这个形啊一收，它这个物体马上都会变得非常的深入了，就是深入呢并不是画多少细节，而是说它这些已有的这些元素它的准确性够不够。好，这是这个面。然后呢，这个上面它有这个，拿这个可塑呢，这样去点一下，它就出来了。啊，点一下就出来了。然后这个面跟上，注意这些有块面的地方，强化一下。好，这是这个灰面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再把这个暗部啊，暗部这个面呢再整一下。你看，就这亮面和灰面这两个面，暗部和灰部这两个面呢，咱走清楚之后，这个画面就感觉啊已经有细节了。所以说呢，塑造深入一定要讲究方法。
然后这个远处啊，这个边。反正这行了一收，细节都出来了。这个后面的这个变化弱一些。哎，这个上面的呢，这个笔尖啊，稍微去把它仔细的走一下，这个细节呢就出来了。啊，整理这个暗部，同时呢，也就等于是在深入。啊，这个里边呢，它有很多小变化。这个里边，
好，这是大关系啊，大关系这一步，然后把这个下面的投影里边呢，该加的稍微再加上几笔。然后还有这个面也要跟上，好，这个大关系呢就画到这儿就可以了，然后开始呢去走这个亮部啊，亮暗结合着再去整体的深入调整。